各位校园，咱即马开始来上课，请各位校园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各位同志，大家安安，大家好。他拄啊，咱个张迄个庄院长啊，甲咱上课，伊佫掺一挂迄个医学个物件吼，伊是真有名个心脑病医个董事长嘛吼。啊，伊确实为台湾吼拼几啊冬啊。来，咱今日即个法理学院到底要上甚物物件？特别上课以前哦，我先问各位几个代志吼。要问各位代志，我是希望讲大家吼，目睭莫看来看去啦。因为吼，恁常常拢台湾人足爱安那嘞，问了吼，都拢看边个意见吼，啊，才要做伊个意见。所以吼，目睭起起，目睭也莫偷看啦。你看到我，就是你目睭无起嘛。啊，真正目睭起，啊，答错也没有关系啦，吼，你就是答错了，你唔知要来上课啊，对不对？来哦，听好清楚哦，嘿。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举手。好，手放下。啊，不对的请举手。好，手放下。来，目睭闭落去。奇怪吼，上过这一摆，六十摆安尼吼，六十次哦。我每一届拢用同款的问题，可见恁拢无咧看咱的网络啦。你若去看网，咱的网络吼，开始的时候我拢一直问这个问题，啊嘛是开始呢。不过是安尼，有一个好处就是吼，举手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吼，啊对的举手的时候，迄个比例愈来愈低啦。来，赶快的代志，我阁问你一个代志，你听好清楚啊嘿。国宾饭店，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对的，请你举手。啊，唔对的举手，啊好，手放下。你拢算真巧啦，但你拢自私的巧啦。住伫国宾饭店，当然国宾饭店是你的，你住伫遐尔嘛。你若讲是你的，我来甲你问讲，怎么证明是你的？你拿不出国宾饭店的所有权状，对不对？对嘛。我甲你问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住伫台湾的人的。啊，你讲对，啊，我若甲你问讲，啊，台湾的所有权状你嘛摕出来，我看卖啊，你拿得出来吗？你摕袂出来嘛？啊，到底台湾到底什么人诶？他拄啊，庄院长甲各位伫上课，可以上课归上课啦，你是道明听证明出来，伊就甲你讲真清楚，即块土地上诶，日本天皇诶，你袂当讲是你诶呢？因为什么人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他才有权利把它卖掉，啊是讲将这些土地共租人，还是什么？这间厝是我的，我有这间厝的所有权证，我有唔只有资格将这间厝来租给别人，啊是讲将这间厝来卖给别人，安尼对不对？安不对嘛？对不？啊，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是绝对的错误。什么时阵用这句话算计？选举是安怎选举上好用？因为吼、要骗你的票嘛。甲你讲，这块土地是咱台湾人的，咱台湾人要甲你要来当家做主，我足爱啊，听了足爽的啊。你能当家做主吗？你都无所有权，你是要当家做主？啊，所以这块土地到底啥物人的？好，再来看一下，因为 territory 土地领土啊，这块土地领土。就是爱看什么，什么人有资格处理这块土地的买卖啦、租售啦，这两家有真正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什么人有大清的皇帝、马关条约，伊有资格将台湾平和港挂给别人，伊有资格嘛？表示这块土地伊的嘛？啊，伊挂给人是挂给什么人？挂给日本天皇。所以今日这块日本天皇有台湾朋友，这块土地刷落去，佮另外一个条约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8月15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皇帝宣布投降。啊，1951年9月8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
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内底第一条到二十七条，这几条内底无一条对日本天皇有甲处分，啊，所以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者，日本天皇没有改变，啊，所以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咱台湾人六十八年来受中国人的教育，甲咱教安怎？未开始就甲你教了唔对呀？他都啊。庄院长有讲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人来轰炸台湾？日本对不对？日本的野手，美国的野手，啊，无野手是什么意思？唔知啊。这全世界哦，若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敢那台湾有这款情形啦？敢那台湾人哦，唔知讲，哎，我阮到底有参加无？家己唔知啊啦。这是国民党教育非常的成功。国民党的教育是完全偏向他中国，但是现在开始呢就不一样哦。现在开始偏向美国，你看，咱台湾民政府从2006年10月24号告美国到今日，现在代志愈讲愈明，而且中华民国的迄个字愈来愈变，愈来愈大。日本嘛开始改变了，我跟你讲，日本现在7月21号要选这个参议院。我估计自民党会赢，不过这个话先甲放在边仔去讲。今日咱台湾这块土地，到底这块土地已经甲你讲是日本天皇的。啊，那既然是日本天皇的，但是今日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军事政府占领台湾。你占领的敢会当占永久的？会使无？袂使，因为战争法有一句话叫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占领袂当移转主权。移转主权有几啊种呢？例如啦吼，占领的时阵，甲你改变你的语言。咱本来伫日本时代，日本伫台湾迄个时阵，咱讲啥物话？日语、台语嘛有伫讲嘛，对不对？台语、日语啊，英语完了伫通。但是中国国民党，即中国人来占台湾以后，甲你讲讲台语是无水准的。啊，就甲你提倡北京语。北京语其实唔是咱台湾人的语言呐，但是唔是咱台湾人的语言呢？但是伊用教育，甲咱台湾人糊弄呐。啊，所以即马咱一般来讲吼，愈南部的囡仔，北京语是讲要愈歹；啊，若愈北部的囡仔，北京语愈讲是足好的，因为伊伫学校都拢甲你用北京语，啊，甲你讲，情况即个时代，阮的时代啊，若讲台语爱罚钱呢。要是一天才两角银尔，安那发的就无去啊呢？迄是真正，我相信哦，那差不多是有四五十岁以上的这些人哦，应该拢会记得才对啦。啊，发钱还阁无要紧呢，阁甲你武装呢，甲你挂一个牌啊呢。我要说国语，不说台语。迄实在是吼，读册就读到这款情形，实在足可怜的。来，咱即摆吼。噶即马呢，咱开始会当来讲咱台湾真真正正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人有参加无？有参加，请你举手。你感觉有参加？啊，无参加，请你举手。无参加，啊，唔知啊，请你举手。台湾有参加啦，哪会无参加？你台湾参加，你我跟你讲，日本的靖国神社，靖国神社。迄就是敢那是中华民国中立祠同款，靖国神社内底有39100名的台湾人的英灵，伫迄个所在伫奉拜。啊，遐拢是替大日本台湾死去的人，日本政府改藏伫靖国神社。所以台湾有参加，奈无参加？颠倒中华民国的中立祠内底有台湾人无？台湾人的神位无？无呢？一百个都无呢？啊！咱台湾人过去拢去做兵呢，啊！你做兵拢未死吗？最近嘛，阁死一个下属啊，成功大学，那照日本时代做兵死的，拢爱藏伫靖国神社呢。啊！你啊看总烈士有要甲你藏迄个台湾囡仔无？绝对无的，是安怎？这就问题啊啦！咱台湾，他拄啊庄院长讲，咱台湾是战败国呢，啊，战败国。中国人是战胜国呢，伊来台湾，伊的心目光看到你，恁拢是战败国呢。
啊，你要讲要求要跟我同款，跟我中国人同款，伊当然未同意嘛。所以即卖农民其实唔是叫农民啊，因遐中国人是难民啊。伊即卖来台湾是逃难，但是变作英雄，讲伊保护台湾，所以福利拢有。啊，咱台湾人老年年金啊，3000块、6000块都领袂完，迄就是完全是战败国的现象啊。伊入来台湾的时阵，1945年9月份入来台湾的时阵，第一个甲你宣传啥？讲咱是建兴国，咱有一个光复节。他拄仔咧讲过啊，咱死39100名台湾人，台湾是因为日本呐战败，就是台湾战败嘛。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当然咱是战败国啊。啊，咱战败国，咱哪有光复节？我们没有光复节啦。光复节迄天实际上是什么日子？听好清楚，叫做军事占领日。为迄天10月25签落去，开始军事政府占领，就是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占领。啊，为什么美国爱来占领台湾？因为美国甲咱轰炸。来，你听好清楚哦，美国轰炸台湾，轰炸台湾，轰炸甲密密麻麻呢。咱遮无定有一挂相会当互你看，等下光复节即张再来看，来看迄个啊，做迄个光复节，来，咱台湾去吼美军轰炸，你听，各位你看我，伫迄个时阵啊吼，美国轰炸台湾，美国轰炸台湾，所以你美国人是咱台湾人诶敌人，对不对？敌人，请你举手，唔敢举你吼。甲你轰炸，你阁唔敢去啊？伊甲你轰炸，伊就是敌人嘛，对不对？啊，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对不对？对，对不对？愈来愈细声呢，敢若无读过册，无读过历史呢？你拢未记得啊？款呢？还好啦。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啊，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请问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嘛？对不对？对，啊，你怎会替敌人去做兵？你有做兵的举手？你唔敢赢呢？我嘛赢啦，我嘛有啊。以前足戆的，啊，你这想法歹啊。照战争法来滴，你啊看，美国人去占领着伊拉克，敢有叫伊拉克人去做美国兵？有无？无呢，那无地看呢。啊，美国去占领琉球，敢有叫琉球人去做美国兵？嘛无呢。安尼你做中华民国兵是做啥物意思？那是做啥？我若无去做兵，可你爱管啊？对啦，所以迄啥，伊是犯着战争法。所以后摆，嘿，无咱若有做过，咱的做过是日本啊，咱的做过是日本。所以，咱台湾人的历史特别讲要全面的改写。最近有一个恶多的啦，叫做白人，伊来的时阵吼，伊摕一本册，有写几啊字吼。啊，你有看到伊写迄几字无？伊讲啊，两岸要和平统一，有无？有啊！啊，你会惊无？会惊举手，你卖假卖假，未惊举手。啊，会惊举手。好，我跟你讲啊，听好清楚嘞。伊讲两岸和平统一是咩啊？统一。那讲到两岸和平统一，每一个人，那你看地图，拢向杜平你看。杜平是啥？中国啦，对不对？是不是？你想看卖啊？两岸干嘛安尼啊？你的正兵是啥物人？美国，倒兵是中国，正兵是美国。美国甲台湾马上两岸统一啊，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拜托你目睭看顶冠，顶冠是啥？日本啊，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你台湾人已经甲日本了呐，两岸要统一啊，是日本甲台湾要统一啦。白人甲你讲啊，遮清楚啊。啊，国讲一国两制有无？有无？当然嘛，一国两制啊！因为台湾人伫日本1945年的4月7日宣布伫台湾实施日本宪法，但是战后日本这边的宪法去由麦克阿瑟甲修改第4条甲第8条甲改过，所以日本天皇看日本国民叫做日本的人民叫做日本天皇的国民。国民，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所以日本甲咱台湾拢爱共同遵守日本天皇，所以叫做啥？
一国两制啊。人白人嘛，你甲你鼓吹讲，你都爱甲台湾爱甲日本斗阵呢？啊，你不要看呢，啊，你听有无？我是讲真的，不是讲假的呢。对，爱拍煞着。你上课吼，你唔能干那上一边尔啦，你的头脑爱活用啦。啊，我甲你讲一个，讲一个足重的代志。中国绝对无可能摕台湾，我甲你保证，爱好唔好？啊，你免拍煞呀。哎、欸，啊！你敢那拍手不好？你还敢问我为什么？对不对？你没问我为什么？所以你敢那认为讲台湾敢那袂输足危险的？我跟你讲啊，台湾绝对袂危险啦。虽然即马现此时，美国要求咱台湾这个当局和中国爱较好，变做好朋友，但是你免烦恼，伊上济好一年，伊甲中国讲。你过去拢一干干，你吓台湾人，吓台湾人对你中国非常的讨厌，哪有可能去跟你做朋友？所以伊即马中国啊开始落软，对台湾真好，但迄好拢袂啊呢？哦，啊即马就讲啊，做开放资金予伊入来台湾啦，啊会当买东买西啦，啊你会惊无？会惊举手？啊未惊举手？啊唔知会举手？你太未惊，恁家雄雄，恁家隔壁去互买去。还是讲机构，阮家的计划本来2000万尔，啊，有中国啊，只话讲5000万要甲买，啊，就甲买去。啊，你袂惊？当然你会爽啦吼。哎，啊，我计划那个卖5000万，我嘛听我卖5000万呢。我甲你讲，你免烦恼啦。民政府执政，我相信是真短时间会执政啦。我们执政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策略。咱只要甲规定讲，所有台湾的企业、台湾的房地产。买主啊，所以拥有者一定爱本土台湾人才会使的。你听好无？安会使无？会无？各位，台湾人开始准备吼、哦、做董事长啦。伊也甲你拜托啊。伊来买买啊，即马咱喊伊讲，你一年还是一个月内底，你若无摕台湾人做董事长啊，你迄个标的有啊没收。啊，你讲啊，你若遐阿爸。啊！你是安那遐阿爸？我讲真简单，我向你中国学诶。以前台商去中国，那买伊个土地，买伊个房地产，拢是爱用中国人做董事长呢。恁知影无？知影举手。哎、欸，表示我毋是乌白讲嘛。同款，迄当阵你甲我讲，我台湾去遐要做生意，都爱用你中国人做董事长。你即马来台湾买我物件，我嘛要甲你规定讲啊，你爱用台湾人做董事长。啊，董事长做做诶。做无偌久，你台湾人变做伊个啦。中国人是拢来佚佗呢，所以中国人伊用佚佗，咱台湾人去遐投资，大家都死死甲做番块倒转来。我甲你讲，机会来啊啦，机会来啊啦。我甲你讲，你免烦恼。即马就是看讲你的政策里面啊使用。但是要讲政策以前，我先爱甲你讲法律。台湾这块土地，经过的战争史来的。欸、你来去看呢？你刚才伫遮咧上课，我刚才两节课尔尔，啊，甲每一天的早时7:30开始30分钟，我刚才上遮的物件，你的法律迄相信是无够呢。我去甲恁规定讲，恁一定爱去买迄本册《新台湾论》哦。你修伫遮修迄个修分的学员啊，你可以对折买迄本册。这个《新台湾论》另外呢，过来就是咱台湾民政委官网，拜托我出来。台湾民政委官网啊。我一天有一篇文章在这儿，一天一篇呢，现在才一百篇啊，台湾战争史回顾，你有看哈、哦？我打算这个台湾战争史回顾、哦、要写到200篇，一天一篇，有当你看都袂赴呢，我写几部啊，你含看都无要看，恁若有法将这台湾战争史回顾啊，每一篇拢甲看了吸收起来，我甲你讲，你一定比国际法内底朴书啊，搁较朴书。因为我引用足侪资料所写诶战争史伫即个所在，所以呢，即嘛是希望咱所有学员吼，尤其即期吼，我看即期超一半以上拢是少年啊，很好，因为咱需要吼这些年轻一代吼，会当愈早诶时间吼，会当赶快会当爬起来。当然啦吼，咱即嘛搁接转来上个头诶，台湾在1895年诶4月17号。
中日就是中是清朝啊，清朝的大皇帝含这个大日本帝国的皇帝签了就《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内底有讲讲啥？讲台湾甲平湖要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但咱读的册内底是啥啥？讲割让给日本，中国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有无？有无？啊，割让给日本，对不对？不对，日本天皇。个人和政府是不干，来，来，恁看我听，这真重要。皇帝的国家，清朝因为以前的温州毛啊，用哦，世界之大，哎、欸，用哦，版图之大，莫非王土，黄土啦，什么意思？红土啊，世间足大片的啦，但是所有土地拢是属皇帝的。清朝的时阵就是安尼啊，日本嘛是安尼啊。皇帝，伊就是拥有这些土地，然后伊家己伊无多去管，伊就交予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去管。所以政府有什么？有管辖权，政府有管辖权，但是皇帝有什么？有所有权。这是不只是清朝，大日本帝国，还有一个英国，英国赶快大英帝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然后清朝将清朝的皇帝将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日本天皇他就要派总督，因为台湾是拓殖地 colony 殖民地，赶快殖民地我都派首相，首相是他的固有领土，但是拓殖地要派总督来去管理台湾这块土地，啊，所以派啥？华山之计第一任总督。所以在1895年，5月8号生效以后，6月2号，在基隆的啊，做外海横滨丸顶馆，华山之计第一任总督和那个大清的那个李鸿章的后生，第二个儿子叫做李经芳，底下签了就交割。从台湾甲交割，迄当阵啊，台湾边啊要36个岛，一个岛一个岛交割。听讲用3天的时间啊，即台湾才交好，即叫做华山之计啊。所以华山之计击败台湾，做第一任的总督，6月17号开始啊，1895年的6月17号叫做史政开始政敌。伊击败台湾的时阵啊，日本人有发现一个代志啊，就是讲奇怪啊，伊击败奈。遐高山种的吼，非常不安定。你如果看一部电影叫做《塞德克巴莱》，有看的请你举手。哦，真好，真好，我嘛去看，我看两届。啊，迄本哦是演啊真好，但是迄出哦，我讲伊要演的以前哦，我有写一个迄个评论吼，我有感觉伊所迄出的迄个我所写吼，含我的评论拢差不多呢。是安怎讲？迄是文化上不同了。高山族的。因就因讲，你异族是讲别个族入来台湾，本来是清朝是对这个高山这边一管袂着啊，但是日本人入来的时阵，这个土地已经挂乎我，我当然爱拢来管啊，就发现讲高山族拢在抵抗，所以伊非常的不平静啊，所以呢，伊伫1905年日本华山之计，这个日本天皇啊举办一个国际的迄个叫做地位的迄个叫做会议，无请迄个去当阵美国代替中国的参议来参加。参加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高沙族不是一个国家，高沙民族是由10几个部落所组成的。若组成的时阵，伊若要改征服，征服是较好听啦，实际上是啥？甲拍啦。用战争的方式把他打倒，所以呢，他用10年的时间，1905年一直到1915年，从北部到南部用警察啊，跟这个军队啊，终于将高沙族完全征服。所以台湾400年来头一次建立的主权 sovereignty 是在1915年。这是你过去你都没读过，过去的台湾是部落很多，什么人都不服谁。但是，甲清这个日本为这个1915年
1905年到1915年，用十年的时间啊，佮拍佮啊，这个屏东啊，安尼台湾建构的主权 sovereignty。所以以前中国人没有 sovereignty 这个单字，没有，他们没有主权，他们只有什么管辖权。刚刚把几个就管辖权，那讲到管辖权，台湾1945年4月1号，日本的皇帝在台湾实施啊这宪法，所以实施宪法以后，台湾这个土地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韩国的，韩国嘛是日本的殖民地，哦，啊那伊嘛是实施宪法啦，啊那是不是韩国完了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是，是哪个？韩国。你要看韩国一切历史是1905年，韩国的皇帝委托伊的总理和日本的天皇签一个叫做日朝并合条款。并合条款是呢，主权由日本由这个韩国的皇帝啊继续握有。但是管辖权交予日本的皇帝，所以日本的皇帝敢若有管辖权，没有他的所有权。啊，这所有权原来是放伫日本，诶，放伫韩国的皇帝一手头。所以伊实施宪法以后，落尾啊，韩国是安奈遐尼啊紧的时间，伊就独立吧。因为就这咱和平条约第三条，第三条就是讲，第一条啦，第一条就是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诶，这个朝鲜的管辖权，啊，放弃管辖权，安尼韩国伊就会当宣布独立建国。但是台湾呢，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台湾袂使先啦，要过一个所有迄、那个主权要过是日本天皇的手头。啊，所以呢，咱台湾划归波讲要独立，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是安啦？你爱去问啥物人？问头家啊，头家你有头家啊？即间厝有头家啊？足简单嘞。那你这间厝是你的，你有所有权。有一天，这间厝的税金有够重，你讲啊，我卖，我都纳税金，我纳未起啊，我放弃。啊，你放弃，你讲我去阿大，啊，你走去别位去流浪。啊，那国税局要甲这间厝开迄个税金，当然是要开予谁，嘛是搁开予你。你敢走去？你跑不掉呢。这是什么义务？啊，这是种主权义务。就是讲真简单的代志，就讲台湾这块土地虽然管辖权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啊，我这个所在要创一个证明，互你看讲台湾是日本的啊，做这个啊做 territory 领土啊，唔是这个殖民地的原因。我你甲看，所以讲这个战争观吼是真快，但是你爱读足济，你爱看旧金山和平条第二条来，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是啥啥 ？Japan renounces， 就是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日本政府放弃 right all right， LLL 叫做全部，对不对？全部的后边迄个名词在加啥 ？S 对不对？对不对？你拢欢迎来安尼，啊，你是捌读英语无？念过英文的请举手，那唔敢举手念嘛？即马要问问题，拢讲无读啦，翻阮老师去啦。All right， 啊加 S 对不对？啊有加无？有啊？无加，安那无加？阿未记得加迄款，是不是？唔是呢？哎，唔是跳，就跳讲无加。这里吼 ，All right， title， right 是啥？权利。title 是啥？名义。claim 是主张。日本政府。这样简单的讲，日本政府放弃主权权利了。放弃主权权利，就是啥？放弃管辖权了。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所以日本现在未当来管咱的原因是这啦。啊，但是伊是放弃主权权利哦，权利的相对词叫啥？义务。所以主权义务要个哪？要个第嘞？所以杜勒斯伊讲啥？也叫做残留主权。日本政府。还是负有台湾的残留主权，所以美日安保条约和在一张讲台湾海峡包含在里面呢。啊，那全世界拢无抗议的原因在家啦。那咱台湾人戆戆唔知影尔呢？啊，来你看哦，你看这个所在，
了，你另外去看一个条约，在1947年的2月10号，2月10号的23条意大利条约，来23条意大利条约的话，1947年2月10号，意大利合约，第二合约来的 23条，伊讲啥？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哎，中那边看啦，迄是这，迄个意大利的 territory， 迄个领土，这两边看 to 索马利亚。来，意大利放弃两个物件 ，right 甲 title， 啊，国一个第二条，咱台湾的物件伊，啊，国一个物件叫啥 ？claim 主张，有无？啊，为什么意大利只有放弃两个，啊，台湾就爱放弃三个？因为台湾是 territory， 是领土。啊，这个也做意大利，伊是伊的殖民地，对啦。你也看这里就知影，这就是殖民地加领土的区别啦。哎，你也看哦，这读册不是读假呢，啊，看足济。哎，我问你，德国战败，德国有没有签条约？有没有？有的请举手。啊，没有的请举手。哎，没人要行呢。啊，你不是伫看伫这个世界吗？第二世界在你德国。嘛，战甲足轰烈，轰轰烈烈。咱看影片，拢是特别，拢是德国的，有啊，有啊。哎呀，奇怪，那德国那无？德国有签条约无？没有签条约。啥人没有签条约？伊就差不多叫灭亡去啊，叫美国啊、这个叫做英国，这个苏联，法国是落尾啊吼。美国甲英国甲伊帮忙，台湾甲伊入去做一卡，因为伊甲有交界嘛，所以甲法国入一卡。没有签条约，也基本上这个国家是完全无去啊！啊，完全无去变安怎？就是美国给制造一个德国的民政府，用因当地人给组入政府，重新给组合政府。台湾同款战争法的规定，就是讲你占领，什么人占领可以？你占领以后，你一定要让当地老百姓爱家己爱组织一个叫做当地。Civil government 民政府，虽然台湾民政府是讲起来足可怜，到2008年才组立着台湾民政府，这是全世界咱台湾上界戆啊上界慢的。本来是戆的是啥物人？关岛啦，关岛是战争以后的50年才组立关岛，而这俩做民政府。台湾人啊，2008年2月7日啊，才组织台湾民政府。所以你看，我们组织了台湾民政府以后，到今日为止，有三名人来给我们妨害吗？没呢，拢都没呢，一个人都没有呢。啊，哪会没？啊，那以前蒋介石在这个时阵啊，遐人若敢组织台湾民政府，抓去枪毙啊呢？啊，是安尼无？因为咱照啥国际法。当然啦，咱先去告美国，啊，告美国就伫这个历史上就一个案底遐，对不对？告美国。然后，咱照这个美国官司判决的官司，咱做的这个台湾民政府，这是按照哪一条？按照国际法的自卫权。啊，所以美国不落败，无到2008年2月7日成立台湾民政府，然后2010年的7月7日，美国主动邀请咱去华盛顿DC设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到今日为止还在那里。9月8号，甲咱办一个酒会，你要看酒会的样子不？要吧？要吧？来看酒会的样子。这就是咱伫这世纪饭店举行酒会，哦，啊，这个就是咱的酒会，哈，哎，我相信哦，中华民国伫华盛顿 D.C. 办酒会啊，拢无美国啊啦，上侪是一两个啦，60-70个拢是华人较侪啦，啊，那真真正在美国无两三个，咱办的酒会啊，有180-180个人，其中100个是拢美国啊。美国的国安局、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司法部、美国的国国防部啊，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5个单位拢派员来参加。各位，这是咱头一摆，2010年的9月7日，啊，那跟9月7日，我是你甲美国提醒，1951年9月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9月8号签的啊，甲美国讲，你唔通袂记呢，旧金山和平条约你要遵守呢。啊，所以美国，咱2006年的10月2日是告美国以后，2009年4月7日，高等法院判决2-5点：第一，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咱拢无国籍呢？你讲奇怪，我都有国籍啊，我乃无国籍，啊，我有身份证，啊，有身份证的，请你举手，有身份证的，
啊，无身份证什么意思？你有身份证对不对？啊，你是台湾人，请你举手。哎、欸，唔讲赢咧，台湾人请你举手。唔讲赢下就对啦。你看你的身份证是不是这张？那、啊、你看麦，你看下是不是？哎、欸，不是啦，另外一张啦。中华民国一张啦。那你的身份证是不是这张？是不是？是的，举手。是嘛，拢赶快嘛，对不对？啊，你敢讲你台湾人？啊，电话台湾人写你做。台湾人写在哪里？中华民国叫台湾吗？不是呢，你不要读册啊，你有读过册嘛？对不对？中华民国简称中国，所以全世界拢把你当作中国人打扮，无酷刑啦。啊，中华民国嘛，啊，中华民国后边那两字啥？国民，国民身份证。哎、欸，啊，你去投票无？啊，你投票你来用国民身份证，你未读册，你读册拢讲爱公民这样投票权啊。啊，你去投票举手。你看，你看，你拢投票，你拢违法嘛？啊，你台湾人去投中华民国的官员，很奇怪呢。敢那未输，敢那讲领导会隔壁人人要娶某，啊你敢话啥？甲你牛蛙叫起来？哦，无讲我知，我甲你讲，来，唔是安尼尔，唔是安尼尔。好啦，你讲吼，啊你讲安尼，啊不还佫一张护照，来你看你的护照啥？Republic of China， 欠人伊两字叫啥？中国，你大家大字英语拢唔捌啦，啊，干来这边你捌啦，欠啦，这边中国，恁拢中国人啦。我有跟你冤枉无？啊，你若讲，我够证明，够是证明，你的钞票顶管写啥？中华民国。啊，你铜板嘛写中华民国呢？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拢是中华民国，你是中国人啊？敢若民进党在咧强要拗，中华民国是台湾啊！请问当时中华民国有台湾？中华民国宪法内底敢有台湾？没有啊！你拢知影嘛？啊，民进党遐人拢唔知影，我感觉很奇怪呢，对不对？好硬拗嘿！啊，你拢票当转哦，民进党你袂记哩？所以我都甲恁讲过，我伫2010年的时候，我就讲唔通去投票，唔通去投票，大家拢嘛甲我骂甲要死。啊，无去投票啊，国民党拢掉了了呀！你够戆呢！你若投票就伫50%以下，美国都爱入来处理啊呢！我都不爱中华民国嘛！哎、欸，美国2009年4月7日判决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我马上就提出个要求讲，我不爱中华民国国籍，哎、欸，等中华民国国籍未带来，什么时候变成中华民国国籍？怎样下去？哦好。啊！你捌上课拢知影啦，啊，其他拢唔捌啦。啊，我的生出就是中华民国啊！我跟你讲，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听好清楚啊！1946年1月12日，哦不，讲了实在啦。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给你宣布讲光复节。啊，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截参至0397号文，从1945年10月25日那一天起，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人权公约里面有讲，哪边给你规划中华民国的国籍，都要有你有那个意愿，对你管理，啊，你要主观，啊，合法，叫遵守。所以，美国跟英国三摆给抗议。你稍等嘞，战争拄啊结束尔，什么人讲台湾要交予你？什么人讲台湾这些人啊要交予你中华民国管？蒋介石派人去甲东京的麦卡瑟讲，我为了管理上的方便，看要求我方便到今日呢，一直到今年顶个月6月20日，好不容易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写一个正式的公文给咱看，写啥？如果你认为我不要当中华民国的国籍的人，可以申请放弃。啊，你都不欢迎哟！啊，你免拍手哟！啊，你拢要搁做继续做中华民国哟！啊，好啦，要做中华民国，请你举手。啊，不爱举手。啊，对啊，你拢不爱啊！啊，你申请放弃，问题啦，你不能即摆先去申请啊！我先跟你讲哦。
咱人家申请放弃，全世界人权公约第一条讲，每一个人拢一定要有国籍。第二点，每一个人的国家拢袂当甲你的国籍甲你取消。啊，所以你即马讲我唔是中华民国国籍，你甲放弃，放弃伊阿咩啦？哎，恢复嘛，恢复什么物件？恢复咱本来是啥？大日本帝国台湾国籍嘛。啊，问题即马伫对？啊，大日本帝国伫倒？哎、欸，有日本天皇哪伫咧？大日本帝国都伫咧，这就国际法啦。啊，但是问题是讲啊，日本皇帝还阁伫咧，但日本天皇怎啊袂当讲话呢？唔是讲伊下教啦吼？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将日本天皇的权力给 suspend， 给吊起来，吊啥？讲日本天皇你对你这土地的国家的代志，你也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处理。啊，即马日本政府袂当管咱啊，所以你看日本天皇袂当讲话，日本政府袂当管咱，安尼那边啦。啊，对，家己管是对，但是问题是要有方法的。啊，什么方法？我跟你讲，日本讲起来要分作三个部分：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日本人民、啊、日本天皇现在受限制，日本政府也受限制，唯一还没受限制什么人？日本人民、啊、所以我们是怎样连续两年都派150个人去日本靖国神社给拜12月23给日本天皇祝寿。日本的皇宫本来是只有日本旗可以在里面在赢赢杯而已。来，你看那个图是怎样，我们两次去日本，在日本天皇的皇宫去拿台湾民政的旗在那里会来会去。我跟你说，我们头一次去去年去的时候，那个记者拍到吓一跳呢，因为说奇怪，怎么 有那个旗、啊、不知道是为谁来，伊惊到要死呢！过冬啊，报纸吼，偌夭寿嘞，将咱的旗啊，拢擦红的。咱两个哦，穿拢个擦到红的啦。迄个产经新闻哦，拢规个拢个擦红的啦。啊，我都看到，咱台湾很奇怪，啊，都明明同款的两张相片，啊，都迄个咱的这个部分哦，拢总变到红的。啊，咱红的都看个，敢那日本旗有啊？因头一摆吼，遐记者唔知啊。是安那？因为12月23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嘛。但是在12月18的时候，我就已经派人拿我们要去给他参拜的那个文件拿给日本天皇看、啊、所以那一天呢，我们要进去给日本天皇要祝寿，他才有两三万人在那里排队，他能不能排两三天很快呢、哦啊、我们当天到的时候没跟我们动特别优待呢，我们去年是叫做头那个叫做、叫什么那个领队呢？咱较慢来，咱领队呢？安尼领队的时阵吼，警察伫排头前，啊，警察呢伫头前，无咯，伊行较慢呢。啊，互遐排队足久的人吼，行较紧。啊，咱心内有个人足着急，啊，当是安那啦，啊，阮先排，那行较慢。人是人老早甲你安排是要对你较好咧。先行，可比讲这个所在，队伍是这个所在啦。先来啊，行去边嘛。啊！日本天皇在中嘛，咱行较慢，所以伊头前直直去，直直甲换咱的时阵，咱拄伫个日本天皇30公尺头前。喂，咱连续两年，人日本皇宫宫内厅拢甲你安尼安排呢。但是去年咱220去的时阵哦，哇！迄张相片来，搁一张相片，看看220年，无啦，啊，搁迄个日本天皇，迄个。隆重是咱民政的旗啊！哦，这张呐，这张旧年的，你看啊，哦，这张翕落去啊，报纸开始无甲你擦红的，只要这张我出来。有历史以来，日本皇宫头一摆出现两种旗啊，日本旗加咱民政的旗啊。哎，啊，你拢点点了？哎，恁也无啥意思呢吼，啊，干拢看，安尼看爽啊，就好安尼吼。嘿，我再跟你讲，咱即马日本旗遐，对不对？咱台湾民政府是头一个，伫亚洲地区去告美国发动讲吼，你美国爱照万国公法，爱让台湾恢复国际正常化。其实美国即马开始伫甲日本讲啊，
在日本发动给日本人，我相信七月二日参议院选刷，日本一定开始有人会开始发表，台湾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这就是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第一步。但是我再跟你讲，中国现在也同意了，你有感觉很奇怪吗？我想来讲中国同意，来六月七号、八号，习近平去找奥巴马，两个查甫人讲八点钟久呢，敢那袂输查甫查某伫乱来嘞，八点钟久，两个查甫伫迄个农庄讲八点钟久呢，无休困的呢，讲足侪，安怎讲什么物件？当然伊无完全发表，但是你来看讲伊转去以后的动作，习近平转去，伫六月十一，伫广东。广州日报、解放日报头条新闻一下下，中国要为了发展，不会牺牲任何个人的生命。好、哦，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你有看无？这什么意思？伊就你甲你宣誓啊！我对台湾绝对袂怕台湾，绝对要甲台湾和平所共处啦，要照国际法啦。是安怎安尼讲？因为倒转去，你甲看奥巴马讲啥物话？奥巴马公开伫媒体内底公开称赞习近平，讲伊是咧有果断的领导人。我甲你讲，我相信两边拢讲好啊。伊甲中国讲，你中国要发展，一定要遵守国际法。我嘛要甲美国讲，你不只是国际法，你嘛爱遵守万国公法。讲到万国公法，你知影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的总统，阿嘛是美国的国父，对不对？伊做一个总统，伊竟然甲国会借两本册无行呢，221年以后，才由伊的基金会啊，行那本册行哦，美国国会那本册册名什么名啊？叫《万国公法》。所有的美国的总统，我甲看看咧。因呐，干呐，惊一项尔，叫做万国公法。万国公法，这是拄啊开始是法国人写，落尾啊德国人嘛有，啊落尾啊上届落尾啊，最终是美国人所写。这万国公法是一切要让这个全地球所有国家和平发展。你要看哈，1830年、1840年拿破仑时代的以前，占领就是并吞。两个国家战争，我若甲你占咧，这个土地是我的，迄叫做并吞。但是1830、1840以后的战争法就已经规定讲，占领未使移转主权，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所谓的美属美占，迄是绝对错误。美国已经宣布过啊，除了美国50州以外，美国不会增加新的州。即马美国一个难题来啊，波多黎各。1898年美西战争，1899年。西班牙挂波多黎各、关岛、古巴、甲菲律宾给美国，一直到去年的时阵啊，波多黎各才公投通过讲要变成美国的51州。啊，即个问题，这个球塞去伫美国啊，啊，即嘛话美国的国会台头壳摸一手啊，但是我相信是未通过。其实这个代志是3-4年前，咱和美国去谈判的时阵，因有讲到这个代志，因讲吼，这个波多黎各哈、啊。非常讨厌，他怎么不要公投啊？啊，干脆让伊家己去建国就好啊！伊没有那个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公投好几次，拢未通过呢。讲建国，伊不爱，啊，要变成美国51州，伊嘛不爱。伊讲，阮甘愿让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是安怎？啊，你敢占领，我就免做兵，我买武器，啊，我税金免缴，啊，我若无钱，你美国就爱付我，这伤好吧？所以波多黎各人拢真大块呢，伊拢用美金呢。啊，你唔相信？你注意一下看麦啊。波多黎各的人哦，已经养成非常的片段，所以美国用足大个力，甲因鼓舞讲哦，啊，无恁家己去独立啦，因无啊。我讲用台湾的经验，后摆同款啦。咱若一直甲美国安尼要求，即马美国若入来台湾，已经其实明年一定会入来。伊若入来台湾以后，我问你咧。咱台湾敢真正要建国吗？敢有要建国吗？有想要建国，请你举手。啊，无想要建国，请你举手。这唔敢举，我知影。你都唔敢举啦。
但是我分析台湾的心态，给你听，恁拢未见过啦，恁绝对未见过的啦，你也跟波多黎各同款啦，是安怎讲？哎，免做兵，有人跟你徛卫兵嘛吼，免做兵，免买武器，免交税金，联邦税免交，当然地方税爱交啦。啊，有啥物唔好？所以迄个时阵，台湾人会开始收呢。其实你袂感觉讲奥巴马，哎，这个叫做很主席马英九，讲你台湾人免做兵有无？有无？是不是？你恁都唔知影款的哦。台湾人免做兵嘛？你想讲，是安那中国一千几粒、两千粒的飞弹向台湾，啊，台湾人免做兵？这是安那？唔是啦，是咱甲告美国啦。咱告美国，你判决内底就讲啊真清楚啊。你军事政府占领，你袂当叫我去做兵啦。我台湾人要效忠谁？啊，你效忠日本天皇，你去做兵就是效忠中华民国呢？啊，不对啊。所以咱甲美国、甲总统恐吓，我要提出国际法庭，甲你当作战犯来处理。伊会紧张呢，毋是袂紧张呢？伊自然爱甲中华民国讲呢。所以咱是安那，咱即个台湾民政府即个团体，到今日为止，无受到中华民国用刑事以上的处罚，甲咱处罚。因为美国包括希拉瑞2010年的10月30日连续三届已经讲啊真清楚啊，这个所在爱用国际法来处理。伊嘛捌问温家宝，伊讲请问温家宝，为什么台湾是你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是根据什么？温家宝想想诶，根据历史事实。哪边根据历史事实？中国是蒙古的，先还给蒙古再来讲元朝嘛，对不对？台湾自古以来，来那张地图，台湾的地图会给你看一摆。台湾的地图，伫清朝那张的地图，啊，你看，这敢是？这是牛啊呢？蚕呐、啊，北京伊讲蚕呐。伫清朝的时阵。都有这丢图啊！清朝伊敢是伊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呢，不是他神圣不可分割呢，这是拓殖地呢。所以，是这个胡锦涛啊，伊要落入以前的两三年开始啊，从来没有一句话在讲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马因换做什么物件？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 这三年来从来没有在讲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也看523，5月23号，5月23号，余正生，中国共产党常委兼政委、政协主席兼上海市的书记，伊讲一句话，伊讲啥？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如果不要讲法理台湾的话，他愿意坐下来跟他谈。我请问你，民进党当时讲法理没有呢？讲法理是烂呢。台湾民政府呢？所以，咱讲的当中有根据呢。所以你甲看，这是伊5月23日讲的。5月26日，李克强去访问德国。访问德国的时候，伊讲啥？伊讲根据。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台湾应该交给中国。李克强讲的，日本必须归还窃取中国的领土。来，我请问咧，中国以前，伊讲台湾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内战后的结果，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讲？以前啊，以前也广告啊，拢讲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战。其实中国内战跟台湾的问题有关吗？没有关系啊！伊即马开始，伊马伫恢复国际法，伊讲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来，咱来讲开罗宣言。开罗宣言1943年11月2日到27日所写的，迄当阵有迄句话没有错，他拄啊，咱的张院长有讲伊讲，
在1943年迄当中，台湾这块土地没有错，仍然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所以他说那句话有一点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开罗宣言的时候，三个领袖蒋介石、罗斯福跟这个叫做丘吉尔，他们三个谈事情的时候，蒋介石有答应那两个国家，他说如果战后我中国中华民国我们不会侵略其他的国家做条件。所以他才会在麦克阿瑟在那一般命令第一号里面将台湾的导航交给中华民国的蒋介石，蒋介石派单于来台湾，当时也派人去在越南，但是越南人他渐渐渐没多久他就撤退了，可惜是台湾这块土地意外撤退。所以美国有一度他想要派兵来用赶，要将蒋介石给赶走，给赶去那个菲律宾，要叫他去菲律宾流亡。但那当时他好高明了，韩国发生什么韩战了，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爆发的时候毛泽东救了台湾。毛泽东怎么要救台湾？他救台湾是怎么呢？他派兵进入朝鲜。所以1950年的12月美国的总统杜鲁门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中国派兵侵略韩国朝鲜，联合国表决通过，做成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已经违反承诺。开罗宣言有讲承诺说他不侵略其他的国家，比周边的国家，以派兵入去韩国。所以诺贝尔1950年以后，旧金山和平条约马上签啊，将开罗宣言所主张的全部丢到旁边去了。是安呢？在美国的秘密档案清清楚楚。刷来去中国，伊个周恩来伊嘛派伍修权等九个代表团去美国联合国，甲你个联合国讲，美国侵略台湾，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合国讲 OK， 请你拿出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证明出来。一直到今日为止，他们拿不出来，所以伊每一摆伊伫外交上。遐强的国家，拢叫人讲你要签一个条约，要建交以前，承认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小国家为了钱会同意，大的国家无人同意。台湾不是你的，所以呢，那叫奥巴马跟习近平这边的会谈以后啊，台湾的地位更稳定。恁会当吼，等于说好好困，绝对免烦恼讲啊，过顿工起来。变成五星旗，等到你好好睏，有一天你起来，咱的所谓的旗啊，变成台湾民政委旗啊。我跟你讲，你看会到，你们都看得到，因为有真侪老先生拢甲我讲哦，啊，你嘛较紧呢。我爱较紧，我嘛知道。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啊。咱准备好未？阿未咧，是安那阿未？美国讲好啊。咱过美国的时阵，2007年的4月7号，高等法院判决以后，咱个上诉去最高法院。8月6号，美国的国务院竟然放弃抗辩权。高等法院哦，美国高等法院真少案讲上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一年差不多1000件的物件上去呀啦，啊上去呀吼。我以前不知道，要上去高等法院要花很多钱的，只有印尼本那个上诉状要只有印尼本要5万块美金，只有那本而已，写他的规定字体要多大，字要什么都一定的，我们上去到8月6号，美国的国务院宣布说放弃抗辩权。放弃抗辩权是什么意思？对，我们而已，但是只有我们而已不好啦。实际上，在美国律师跟咱讲啊，真清楚啊，就是讲美国，伊认为你原告所讲的拢总对，我不爱搁跟你辩啊，因为伊唔敢搁辩。落尾啊，
因为咱有几啊摆含美国有关当局去接触，伊才肯咪甲我讲，伊用国互你编了个底吼，真相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八月六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十月五号，美国的法院宣布一项，伊讲 deny。即个问题是 deny 啦，一寡台湾的报纸，唔知是英语看无啊啥 ，deny 甲你讲两个输啦。什么是叫做 deny？deny 就是讲哦，暂停审理，等待审理的意思。希望等待审理，你官国还没准备好啊？咱甲美国讲，我要接政权，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伊讲啊，你人准备好未？啊，干你一个人呢？干你拉着你一个人要接政权吗？我无你笑过，那有可能？所以，伊讲，你要接政权，你有三个条件：第一，不可以变成共产国家，你有同意不？啊，不然拍破才拍一半呢，是鬼啊！是要变成共产国家哟？你有同意不？拍手啦！咱这现况实况转播呢，你嘛敢听呢？第二，伊讲你不可以跟中国统一，你有同意不？第三，你应该跟日本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安尼好唔好？咱甘愿含较强的国家联合嘛。啊，甲中国吼，伊迄个海绵呢，会去吸去咧。你甲中国吼，过去甲中国来往的吼，台湾人拢足衰咧，唔是钱去吸去，人去吸去。所以呢，咱甲美国讲，我同意。啊，去当阵单机来台湾接收的时阵啊，伊派一千名的公务人员，去当台湾有六百万，即马台湾有偌济，两千三百万。所以美国讲，你要训练四千名。咱即马一届一届去训练。尤其国际班就有尊崇哦，国际班，啊，国际班下个礼拜了，下礼拜是高级班了，这班是第六十届诶，那个叫初级班了，啊，第十六届的高级班是下个礼拜五六日，我嘛讲到这吼，我甲各位讲，本来这边伫上课的时阵吼，唔多强烈台风来有啊，足侪人甲我问的啦，他接一拍通电话啦，强烈台风来哦，恁干嘛要上课？我胃头卡，甲今日我拢甲讲啥？我们要上课，而且台湾会不见。你不爱相信哦？你也当问，打电话人看有几个？阮只后壁有几个拢实际上拢甲问。咱个几个牧师啊，到无就敲两个电话，他强烈台湾要来，你搁要上课？我讲你免烦恼，老天有伫帮忙咱台湾民政府啦。我甲老天有讲，你若强烈台风来哦，安尼我嘛无爱啦。阮上个足艰苦个呢。我拢照时间去上课呢，所以你看，强烈台湾即马变成中度，即马唔是中度尔，即马马上吸着台湾了，就变成高压气流尔。我唔是假呢，两年半来，每一摆礼拜下晡三点半翕相，每一届拢好天呢，你要相信无？这足侪人拢知影。我感觉老天有伫帮忙咱呢。当然，卖讲怪力乱神啊，你读册人你讲怪力乱神，我是讲巧合啦。啊，这很巧合，所以我跟你讲，台湾民政府一定会成，无管你外口安怎甲咱叫，安怎甲咱诽谤卖官，向头前直直行啦，对不对啊？好啦，讲一半去啊吼，这是讲一寡，我家己的经验啦，吼啊嘛是啦，也许是巧合啦，吼，那个拜一的时阵强烈台风吼，足大嘛，甲我讲。干那我一个人主张讲绝对袂来，啊，就真正袂来啊！所以呢，我相信吼，咱的这个训练哦，一定会按照程序来。当然啦，咱嘛爱知影，依咱即马现主持台湾民政的做法吼，所有的以前伫台湾在论述，无一个论述会叫人拍败，大家拢可能拍败。台湾要独立，是变哪独立？要向啥物人宣布独立？你独立的时阵，美国当时向什么人宣布独立？英国，因为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伊向英国宣布独立。阿妈问你，台湾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日本天皇。日本天皇对。你甲日本天皇宣布独立吗？咱敢有法度？无法度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啊，所以美国甲你讲，台独代表战争，足清楚呀。即卖即块土地是要过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呢，要过是军政时期呢。
不是说要这民主化，是怎么民主？敢袂当讲，你讲要公投，美国讲不可以公投。我问你咧，台湾那袂当公投？一般事务要和你公投，但有关台湾主权的时阵，伊就不爱和你公投。为什么？你要听谁的？台湾这块土地有两种人，一种是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另外一种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你怎么公投？中国人因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中华民国，所以台湾人的效忠对象是日本天皇，两者的效忠对象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公投？所以美国讲啊真清楚啊，你不可以公投，因为但是可恶的所在是美国人拢不爱解讲原因呢。从头到尾，美国敢那哀告呢？咱2010年的这个做九月七日去办酒会，美国送咱两张图，迄图片迄两张呢？哦，你头前啦，头前你有看吼？这两张是美国给咱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给咱的，给咱这两，不是，迄日时美日咱加加起来，加咱两张图呢？阿嘎讲啊，你带回去交给秘书长看就知道了。啊、我一个看，我都啊，这甲我的文章拢同款啊。啊，你看有无？有啊。啊，在迄个岛边迄张，迄张是啥？啊，台湾的主权是迄两只鹅仔的，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啦吼。哎，啊，对对对对，哦，袂歹，你目睭袂歹。迄住伫后壁迄间厝的人，迄人是啥物人？日本天皇啦、啊。啊，你也看咱的这论述内底，足清楚嘛。就是日本天皇嘛，啊，正面这个是啥？美国总统。哎、欸，你看美国总统伊咧宣誓是迄本是啥？圣经呢？啊，你中华民国总统若要宣誓，拢是，拢第啥？中华民国宪法呢？所以你若照民进党讲，你若选掉中华民国总统，有可能甲改无？无可能啊！你若甲改，我感觉你就叛乱。所以伊部队听我甲你掠。全世界的总统，我看去提供当地的迄个宪法的宣誓，干了中华民国呢？迄有原因呢？所以你也想，你甲支持，好啦，支持你民进党啦，互你调啦，爱做总统啦，要改有法度改无？无法度。阿扁啊，连续做八年，李登辉13年，加起来21年，你21年拢是台湾人做总统。台湾人做总统是连续21年呢，啊，有没有改一点点状况？人都愈改愈退步，所以可见台湾人做总统无效，绝对无效。你什么人嘛同款，你蔡英文啊、苏贞昌啊，什么人做总统拢一样啦、啊。你脱离不了中华民国啦，啊，若脱离不了中华民国，你台湾人死路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对不对？对。对呢。啊，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呢？拢是中国呢？我们逃脱不了呢。只有台湾跳出来，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美国人把咱骗你对？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来这讲的台湾人，台湾人是什么 ？People on Taiwan， on Taiwan， 什么叫 on Taiwan？马英九就是往台湾啊，是住伫台湾这个土地顶端的人啊。啊，那正港是咱是 people of Taiwan， 是本土台湾人。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讲的是 people of Taiwan。最近有一个法案，大家我看网络，大家紧张呢。那台湾政策法案呐、啊，我免紧张啦，那是参议下参议员做的啦，啊未经过通过，啊你紧张啥？迄未行呐。伊来这，伊就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n Taiwan 拢有啦。你们人看 people of Taiwan 甲 people on Taiwan， 美国伫甲咱算者算这呢？问题是咱台湾人的法律爱足清楚的，袂当互骗去。这是咱的主张啊。所以中国开始伫改变，伊改变啥？伊知影讲吼，要用强的无法度啊。你想看咩啊？美国会同意讲台湾交予中国无？我讲个原因，你刚才听这就好。那真正台湾交予中国，台湾甲中国台湾海峡叫做内海，你听有无？叫做沿内海，敢会砍的？卖讲会砍的啦，日本就先倒过啊啦。所以当年咱开始告美国，咱开始伫发展这个法律论述的时阵呐、啊，
美国就开始紧张啊，美国就开始讲，Roger， 你爱去甲日本讲啊？我日本那要要甲啥物人讲？日本我无拜半个咧，我虽然伫日本读册啦，读十几年，迄十几年以前个啊。有啊，你甲啥物人上好？我甲看下，甲安倍晋三上好啊。安倍晋三有派伊个助理来咱遮上课，阿妈派伊个阿姨个迄个团队来咱遮上课。我安倍晋三，所以美国真真正去帮忙安倍晋三的。头一摆日本的首相做首相了后，换迄个落台，啊，佫过两三届，啊，佫做日本的首相，头一个呢，安倍晋三呢。啊，伊当时伊就甲咱讲哦，安倍晋三会赢。刚才别输2011年的12月31号，咱的忘年会，我甲各位宣布，我讲哦，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啊，你有听过这個？请你举手。你有听过这吼、個、吼？哎、哦，80万票，哎，数字位得来。你若美国无甲你讲，你来知。我感觉后壁，我甲讲话，我若宣布来，干那唔对，民众就关门嘞。由你做你宣布。他们讲，迄阵我去宣布这吼、個，我实在讲心中啊坎坷不安呢、啊。我想讲，若讲唔对，我去用这条头向念去。哎，好佳哉呢，有几啊摆吼，我伫这个所在宣布的。我也较慢达成，唔是不会达成。例如，咱个直升机的迄个降落场，你有看无？我讲啊，你直升机降落场啊做啊，啊内啊内啊未看到直升机。我讲哦，仰边千，仰边千金啊，用在一时啦。你哪知影啊未时间啊未到啦？咱都啊未准备好啊。咱即马请2300、400个。诶，人受过高等训练，诶，高级班的训练尔，还不到4000呢。阿妈希望讲能够早一点到达4000名。啊，咱即马咱的中央政治局诶名，迄个编制已经完成。这礼拜要编制中央事务局，也要把它完成。啊，刷入去咱内阁的完成啊，各国的参议会甲众议会，中央的参议会甲众议院两个都要把它完成。啊，各位，就是咱的地方的州政府，各位一步一步来做，卖急，千万不要着急。所以今年4月25，咱发生代志，华府台独事件，无代无志，遐人受过训练2年半，还佫查个袂清楚，要共宣布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是表示啥？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叫台湾政府呢？台湾政府。等于是讲，台湾民政府，咱的头壳顶有一个物件，叫什么物件？美国军事政府。其实，台湾民政府真正的名称是什么？来，那个叫琉球的那个旅行证件，那张图出来，你看就知影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了。你也看，这个旅行证明书啊，等于是护照了。这是美国占领琉球的时阵。伊吼，所谓琉球人，若要去出国，甚至要去日本，拢爱摕日本。即个啥？琉球列岛等于是台湾群岛。美国就是美国来的，哈、哦，美国民政府。各位，咱讲台湾民政府，其实是我们有简称起啊。咱真正来讲，应该是叫做台湾美国民政府。咱是这些的名称，但是我那个在台语宣传的时候，跟咱台湾人讲哦，我们叫做台湾美国军事政府，美国民政府啊。我看哦，差不多99%的人哦，会跟我们讲，哎，读个派，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名称呢。所以今年的9月7日，我预测，听清楚，我是预测哦，我预测，如果美国帮我们拍了这个酒会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申请旅行证件，同时这个旅行证件你一定要有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你才可以申请。啊，这张身份证，这张等同美国护照，美国人一旦去的国家，咱拢会使去。啊，这有欢喜无？因为配合今年6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给咱公文，你可以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本来中华民国就是假，迄个国籍本来就是假，咱本来就有一个国籍伫咧，咱的国籍是大日本台湾的国籍，咱本来就有啊。啊，所以咱即马军事政府占领，咱就爱这张。所以这张以后，咱就甲三一美国的 AIT 甲中华民国讲，海关爱交予 AIT 管。迄张相片咱唔知有无？迄、那个海关的时候，在三一芝麻米发生以后啊，哦，你有看无？来，您来看 AIT 的人员啊，因坐飞机来，到经过中华民国海关，无呢？咱那迄张旅行证件摕到，我们就会要求美国一定要比照 AIT 安尼赶快。那么照常派两个人多济，摕咱的旅行证件，随时出国，随时回来，但机票爱家己买哈。因为想讲迄边钱，啊，你有看哈、哦？你有没有看到？你有看哈、哦？所以我跟你讲啊，美国，咱甲美国讲，我们希望无缝接轨，咱甲中华民国未发生冲突，中华民国嘛未甲咱发生冲突。所以我常咧甲咱的同志讲啊，卖甲挑衅呐、啊，啊，有诶足讨厌呢。咱是吼，翻翻翻去去说，啊，有诶较少年的同志吼，一二十岁啊，遐来受迄个教育过吼，拢去共挑衅，啊，摕迄个翻翻翻去警察的面头前讲吼，你是流亡政府啊，你要走啊，你知毋知？你有看迄个影片？哦，我看是足艰苦诶，啊，但是。艰苦来讲，迄两个警察毙命啊，全要甲掠去处理啊！啊，我无出面阁袂使呢，所以我落尾等下我甲因讲，我恁拜托啊，恁莫遮假敖，和平就好啊，互因无缝接轨。咱你知影咱即摆宜兰吼，宜兰的啊，做台湾民政委办公室设伫对，你敢知啊？伫哎对啦，伫警察总局的对面啊。我你看哦，宜兰县警察，我即张相片阁有啊，恁还卡住我较紧。你有看无？你有看无？喂，啊遐，咱遐机啊啦吼，啊遐警察人安怎讲嘞？人警察真好哦，警察看坏吼，遐少年啊警察来看坏，伊讲吼，啊这是恁政府甲政府的代志啦。啊，拜阮都吼主管换人尔啦。他们很清楚呢，你们讲安尼，因遐人吼讲安啦，阮知影迄是流亡政府啊，早班爱走啊。我若甲你讲中华民国要离开你，你要相信无？你要相信，安尼我都免讲安尼。我甲你讲，现象是对呢。你爱会晓看，第一，三军司令部取消，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三军司令部取消，你有看无？无。哦，来，三军司令部取消，啊，过来，哟，才三军司令部，你有看哦？这新闻不是咱写的哦，不是咱写的哦。三军的司令部取消是什么意思？没有军队啊，没有指挥系统。台湾人本来就不用做兵啊，你要效忠谁？啊好，对，要效忠日本天皇，你去效忠中华民国是不对的。所以你来看，日本的靖国神社有39,100名的台湾人，那是标标准准台湾人就是日本人。中华民国的总历史无甲100个的台湾人。那個、表示啥？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清楚啊！啊，台湾人还自欺欺人。啊，民进党讲，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笑啊！啊，你有过去有去投票，请你举手。啊，你安尼你嘛是算笑呢吼！啊，你以后若要去投票，请你举手。袂啊嘛吼！啊，你以后无要去投票，请你举手。我跟你讲，你若去投票，巴肚疼。我先来讲，伊足侪人拢去用骗你诶。啊，即马讲啊啊，阮诶迄个阮诶亲戚吼，啊你算啊，来等伊一票啦。我讲，咱若我都将迄个投票率吼，甲揪来50%、49%就好啊啦。我甲美国讲49%，你要进来处理啦。伊讲你都无法度咧。实在讲吼，咱真正无法度。伊中华民国用足侪奥博诶，什么奥博你知毋知？登一票，我要买票另外一回事。登一票。比选举的人会当摕30块，这你知无？我甲美国讲，美国唔相信呢。我靠，迄个代志，我拜托你去查看麦。
候选人一样提30块呢，啊，政党提到50块呢，每年拢50块呢，啊，那四年都200块呢，所以你若去甲算，去甲登迄个票，甲登落去，你就了230块。全世界无这款制度啦，那有人讲啊，所以你甲叫民进党卖算，伊都甲你欺骗民。伊想讲，哎，你点点啦，啊，这人算好，我一票30块呢，大家嘛要算。会调未调拢无要紧，都有30块好摕诶。啊，佫随你佫甲你喊一声，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啊，你无转互我，要转互谁？啊，你无转互我，你就转互民诶国民党。啊，台湾的生活是这样，政治炼狱，这是政治的炼钢啦，这是政治炼狱的标准，标准的政治炼狱啦。所以美国判决5点，别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成员的政府，本土台湾人生活是政治的炼钢。第4点，承认美国军事政府要去占领台湾。5点，要求行政单位要帮忙，主动帮忙咱台湾民政府。所以，伊甲咱帮忙。2010年11月7日，咱的内阁成立。各位，咱也做甲真苦战，啊，咱逐个人来伫遮伫受训，你也会记哩。无定你周围的人会甲你笑。啊！你要去做官啦，所以你才来，你去民政府受训啦。各位，会记得我跟你讲，人若安尼跟你讲，你一定要给他回答。我要做官，我100%一定要做官，啊，要做大官，因为安尼叫我都帮忙台湾人啦，对不对啊？你若无做官，你是免来帮忙人啊？记载因去贪污吗？你也看吼，含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伫世界。一调查来，讲有36%的台湾人拢啥，拢啊乌西啦。看有见效哦，伫亚洲地区啊，是3名的啦。柬埔寨干啥？干迄个啥物啊？干迄个缅甸啊，第三名的台湾呐。你看台湾已经吼，迄个价值观哦，已经低落到什么款的程度啦？哎，即马贪污拢贪污啥？美金啊，无得啥？金条？哎，要走路毋是安尼？以前拢安尼嘛，对不对？若要走路，一定安啥？美金甲金条嘛。所以各位，咱若无要做官，咱会害死咱的台湾人啊！咱所有的人受过高级班，你一定爱帮忙，爱去做官。咱民政府若派你去做啥，你就爱去做啥。但是你若做官，我甲你讲啊，讲个清楚哦。你若贪污，绝对清杀。咱后摆台湾民政府的政策，的刑法干那两项呢？第一，枪毙；第二，鞭刑。你捌看过鞭刑无？来，我互你看鞭刑。哦，你看鞭刑，啊，你看无？屁股好白，这是鞭刑啊。因为这个鞭刑哦，一摆拍落吼，超过5个会翘起来。哦，来，啊这啊，即摆安尼啊，拍拍，叫伊转去，高家己高牛赛，一个月好以后过来，若讲规定拍10个吼，分做2届，啊那我讲你若犯较重的罪吼，我一尴尬嘛，拍成尻川面拢掉了，绝对爱拍个较拍个困啊。那安尼落去，台湾的治安会好哇，非常好。啊，个另外就枪毙嘛，要有人性嘛，对吧？我不愿意甲你拍嘛，枪毙嘛。你有赞成无？啊，有会举手。哦，啊，无举手，什么是无赞成的款呢？我跟你讲啦，用这种的刑法吼，第一，咱唔免请人家顾，咱唔免起厝大，啊，唔免煮饭好食。啊，你犯罪本来就是免嘛，你若犯罪你就接受惩罚嘛，安尼治安会袂好吗？我有看到电视哦，有一个在新加坡去拍一个倒转来，一个月过啊，转来台湾的时阵吼，迄走路，迄个电视较少吼，安尼开较紧呢。啊，甲问讲哦，你觉得感觉怎么样？伊讲啊，我生不如死，拍一年尔呢。啊，所以后摆吼，我是感觉讲吼，迄拍迄个卖用人啦，用机器，安尼迄个力道吼，才会啊无吼。台湾人即若个，互迄中国文化，佮乌西类吼，甲拍较细个。
用迄个机器来处理，安尼好冇？好，嗯，好，我会记得，你唔能贪污啦。我刚讲一摆吼，未使贪污。啊，那公务人员，咱来过去办吼，咱来发一张迄个叫做结业证书。迄张结业证书，我甲你保证，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后摆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后摆公务人员爱考试。独独，您叫做什么呀？咱是先行的人呢，叫做革命先行者。我无叫你做革命先烈哦，革命先烈呐，翘起来就是革命先烈嘛。咱来做革命先行者，来讲三摆听看卖好不好？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对。咱先行就对了，哦。啊，先行人，你若讲人咧煮好食诶物件哦，先行人毋才有好食。啊，若慢来就无啊。啊，但是我甲你讲哦，咱台湾民政府这两年内底若成功，我甲你保证，你诶周边诶人啊，一定足侪人甲你讲，我老早就知影。我老早就甲你讲过，会成功啊！你毋相信？你即句话等于甲记起来。有足侪即种哦，未，安怎？迄叫啥？迄叫啥？哎，对啦，唔是讲孙伟伟那种吼，有足侪啊吼，到迄个时阵啊，才来讲，我老早就知影啦。即马有真侪人讲吼，迄个法律论述哦是完全正确，就是国民党足强的，你免那个变。各位，我无叫你拿刀拿枪去甲伊变，我刚刚甲你讲，用一支笔就好啊。你所有的学员，你唔免，迄支笔我来拿就好，你干那出你的嘴，四界去讲。安尼好冇？你唔免惊红潮。我甲你讲吼，你若讲十个，嘛，他讲一摆有一个同意，安就好啊。美国甲我讲足侪话，伊讲吼，我们不必让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美国看有要求啊，因为你台湾人，什么时阵台湾人讲的话，我世界伫听，甲你听。台湾人讲的话，世界上、国际上，无人伫听咱的话啦。你什么时阵台湾人讲的话，人甲你听？所以，咱一定要用法律。我去到对，我拢讲，法律是咱台湾人的唯一的生路。所以，含即个中国，伊嘛伫惊嘛。法律台独，什么叫法律台独？就是咱啊，就是我们啊。因为惊法律，伊中国要用感情，要用历史的，无你插伊，你叫法律来。美国一定要叫法律来。美国、日本拢爱叫万国公法来行。未当教育的艺术，所以呢，咱台湾人吼，因为六十八年来，唔知影什么叫法律，都不懂，干那知影讲吼，我不都这块土地都住你家，啊，都应该是阮的，唔是啦，不是啦，是日本天皇的，因为以前是帝国的时阵啊，大家拢知影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到即马为止无改变，英国嘛是同款。英国伊有真济用英国血邦联，日本天皇即马是有两个所在，一个是日本，啊，一个是咱。啊，那上济后摆佫加一个琉球，啊，会当来做个邦联，我们也可以当成邦联呐。后摆呐，甚物人要加入也可以啊。但是咱台湾人真好，1945年的四月初，咱已经变做日本天皇的臣民，所以今年8月15，后个月尔，咱要去。甲靖国神社要拜的时阵，我甲日本去甲伊讨论啦。我讲啥物人徛头前？日本讲，我伫日本当然，阮日本的来客徛头前。我讲 no， 我讲你爱叫日本天皇。我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恁改宪法，所以你爱变做日本天皇的国民、臣民徛头前，国民徛后壁。你讲对不对？对。啊，你们拍手哟。我一句笑起来，你听我讲，安倍晋三去跟普丁见面啊，要跟讨北方四岛，技能改名啊。伊头一摆做总理的时候，伊有去比去迄个苏联，甲讲要跟讨北方四岛。迄个普丁跟那个讲，你回去念书啦。伊摸着鼻子回去，伊想讲伊可能听唔对。啊，我普丁叫我安倍晋三等于读册，要读什么册？第二摆过去。
普京跟我讲，你回去念书啦。奇怪，连续两届拢讲叫伊去读册，伊就知影讲，这毋是假的呢。啊，所以安倍晋三的助理都跟咱联络，讲为什么要去念书？我念什么书？北方四岛，苏联跟你讲，你日本政府没有资格向我要北方四岛。安倍晋三明明都弯刀，为什么讲不是？伊家己未记讲，伊现在改去啊！伊已经变成不是日本的帝国啊！北方四岛爱什么人去讨？日本天皇爷啊！啊，日本天皇今晚别这样讲话，爱什么人讨？台湾讨啦！台湾也这样去讨北方四岛呢？这法律上100%绝对的正确。伊听着惊着了，等于讲安尼，我要来改宪法。伊即马开始拍要改宪法，伊要恢复日本天皇是伊真真正正实质上的领袖。当然啦、因为第一条的就像和平条的第一条的米啊，日本天皇的 suspend 叫权力叫 suspend， 是不是更改宪法对当改变？这个加变，这都爱看美国的意思。啊，即马美国吼，看美国伊安怎想。美国人会想讲吼，荷兰台湾来去领导日本吼，无定安尼较好，因为咱台湾人头脑较好嘛，对不对？对吧？咱发现这呀，咱这会来受训啊，你来受训算头脑好呢。头脑歹，现主席外口遐台湾人骂骂死呢。还佫你甲你讲吼，哪有可能？啊，中华民国偌强都偌强，各位，咱是革命先行者，咱先行，绝对袂吃亏。我无叫你牺牲性命，无牺牲性命，我牺牲钱，你只要讲加讲大，爱开钱呢，这是民宿呢，对吧？人创设备给咱，咱爱付钱呢，对不对？这是公平的啦，合理的啦，对，使用者付费，多谢。你大有赞成伊讲的无？所以吼，咱直接上课。今日算还不错了，因为吼，今日算外口风袂细，吼啊较凉，啊无吼是足热的，啊当然今日同款吼，是台风夜啦吼，听讲是今暗的8点，啊明仔早起8点就过啊，吼啊个迄个风台就无啊，所以呢，咱今日照常上课是正确的抉择，对不对？对，拍拍手吧，好。安尼今日吼，要上到这个所在，等下呢楼卡有点心，啊明仔7:30食饭吧，伫这个所在，坐你同款的位，吼卖乌白煞，多谢各位，谢谢。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一楼有点心吼，大家请用。